剧场女神公演是什么？皆さん晚安的サロヒコ永歌笑。我的头发好黑哦。有一首歌叫《南格林一世》，好酷哦。Hello， 冠廷思源一开暗红，孤翠。皆さん晚安的サロヤ。英雄，你打疫苗了？哎，最近身边好多人打疫苗、哦，哎呦，又来了一批啊！好好、哦，木蝉之恋也很好听。谢勇哥的告白气球，对啊，我真长得好奇怪。木蝉之恋如何？算 ，Hello QK，Hello 咖啡 ，Hello 洛克七二四企鹅，模仿浪潮谁？等一下，我不要听中文的。对啊，阿米娜。Hello 海星 ，RTY 女虫儿，黑发控，但是太黑了，不觉得吗？就是这整个画面亮亮，对不起，整个画面亮亮，然后就超黑这样子。你的曝光都被抢掉。对 ，Mina 打了2剂，已经吗？她20岁啊，她20岁以上啊，比较好预约啊。是啊、哦，她是分批的。我刚刚想说我也20，没有，我还没。Hello， ZH658， 你明天谢谢。模仿浪潮的幸运四叶草。没有哎、欸，我还没说。Hello， 阿龙，奇遇晴天，林春漫游，山霜，我只跟熊。没说，谢谢行李箱。第二季11月，嗯，好快哦。Hello MM，Hello 朱里恩，谢谢今天的枫叶。Hello 强森、志宏、阿龟，好酷哦！他这么快就预约了。这个我们还没。很像有一个三门彩的，这首超好听，唱歌的，唱歌的。Hello。浪客洛，一人一句的。卡瓦 ，CJ103， 托马旺旺旺，安夏卡拉卡。日期中间不是，你这种不接纳。我想在这边滑。把你的钱收起来。他这唱歌很猛，好好听哦。对。谢谢浪客的行李箱 ，Hello， 晚安。我钱包呢？你的钱包呢？你是要去哪了？你是又丢回袋子里了？没有，哎呦哎，为什么我的钱包在哪里？因为你是乱丢啊，我就会把你丢回去袋子。啊！还敢拿迷你当脚架？迷你。在游走，不会啦，咪咪最乖了。Hello， 吕先生、西藤、阿神、坤坤、又音。Hello， 季风亮，调亮。啊！哈哈哈！你踩我，你直接踩我，但真的没有很痛，其实你怎么可以这么轻啊，混蛋！我告诉你哦，火锅啊、羊肉炉啊，汤都是最肥的。油脂都在那一层，要厚厚。那我喝了三四碗汤，就是除了捞起来之后，再自己喝了三四碗汤，就是那天吃羊肉炉的时候，我很轻，我今天40而已。混蛋，羡慕被踩，不要羡慕这个。Hello 九奈良 ，Hello YC 强森夏轩，下次公演女友那首歌会听吗？好啊，你盯着。到这盯我 ，Hello Angel，Hello 路人 ，Hello 波波，我真的是看不见自己耶，女友。Hello 自强死寂，选这首哎，还好哎。衣服蛮华丽的，怎么不是
度。唱歌吧，不知道。不能每首 CP 都跟迷路啊。迷路唱歌也不错吧？当然啊。风格，他都有挖路机了。风格风格，谢四季的仙蟹草 ，Hello 杰克。另外，不是这个问题。你正在排队吗，杨雄？谢谢。有一首那个 DK Smile 单曲，那个什么，我忘记叫什么了。燕静客，那个 MV 是背景都黑黑的，然后有松井玲奈，有高桥南，然后三个人一起唱的歌，然后。他就很帅这样子，小心哦，路上小心。Hello 李承恩，四个人，三个人。Hello 李承恩，阿福结果之人问桃083笑笑谢笑的行李箱，三个人。太突兀了吧！没影响，我也没影响。欢迎我！啊！伯清哥的吧？哈 ？Hello 傻乎乎 ，Hello 郭旋风 ，Hello 小易。Hello 掉那新人 ，Hello 草莓酱 ，Hello 天天，今天唱晚安的，今天的刘海也是依然受控的，什么意思 ？Hello 的不，太阳你有听过吗？你喜欢这首？来什么？太阳你。Google， 我想喝水。我也想喝水啊。端。先是失去Google，那个真的没关系。Hello， 哈里是。你像 AKB 参上的那种感觉，蛮像的。就是那种，不是先锋者，他们 Team A 啊。很帅，我现在在啊。哦，我知道。We are the team A， 啦啦啦啦啦，是不是被 team A？ 呀呀呀！好幼，没有跳过残响哎，我没有啊。跳过歌，没跳过歌可多了呢。我也没跳过啾啾啾，我也没跳过 river， 也没跳过天使的尾巴。这是有点学啊，当然。感觉很多人都全都跳过了，你也失去勾勾了。你说那一边的吗？We are the team A， 是什么 team A？ 感觉很累耶，这首。不会，他们没有飞起来，他们只有手在动耶。就很用力啊，很快。比起 reset， 你在想什么？ reset 是脚离。地哦，他们脚没有离地哦，差不多了吧？不一样。Hello， 为什么回来了？哇，棒哦！这边的你又没擦。Hello， 出清洗林鸡彩儿，彩虹桥久违有街头一人，彩虹桥。你说雷神说的那个吗？雷神说的那个吗？嘿、，Hello 阿华，想当车车跟猫咪，为什么？你看我还穿那个，为什么？好好笑、哦！而且为什么是小姐姐啊？这是哪里来的？你呀、啊，是小姐姐，熊妹也会讲小姐姐，真的啊、哦？熊妹发我们店不是都会才会配个小姐姐？是吗、？Hello， 穷到吐 ，Hello， 悬羊，
大家晚安。松山捷运站有彩虹桥啊、哦，酷哦！我不知道。不然这首啊，《残酷的雨》这首歌是 BL 哦。哦，安德鲁跟什么的，就是。嗯。No。我的 Team TP。华丽哦，没有，你再想想，我们撑不起，对，我们没有这个气势哈。傻眼，你只看帅哥是不是？你是喜欢男生其实？谁？艾伦梦安人，李承恩，你是喜欢男生？我想说是哪个粉丝可能不熟还是什么？那时候。你是不是女的？不对啊，还是不是啊？他每次都跟我分享帅哥哎、欸，有可能，没有啦，对不起，抱歉，狮子脸。听歌声很像动力火车。哪里？哦，他可能是哦。没有，不行。Hello 999，帅哥喜欢帅哥的，他又不帅。啊？你在说什么？就是那种王子跟什么的那种故事，男的跟男的。那你是在说平常我的，就是平常没有分享帅哥的人是？哎、欸，你听他这个低音，我一家，我都够，我都够，主兄弟，哈哈，我没办法，还好低哦，哎，好酷啊、哦，好红啊、哦。好漂亮哦！他们都要不见了，等一下，他们俩长得好像，超没礼貌，这就很像，是啦。好酷哦！真的，就是明明是敌人又是恋人的那种感觉。罗密欧。奥与朱迪呀呀呀，可是他们是王子跟王子或之类的。哦，是刚戴耳机听你直播才没听清楚，他不是动力火车。我的问题吗？我的，所以你现在在外面是不是？哇、wow, ，你酷哦！我的有一个 Hello 戴戴，影片分类就 AKB 到里面全部都男版。等一下，Hello 来酷啊！欸、太过分了，不用这个可以不用好吗？我看了蛮多，但是没什么人提到我达到为止。欸、你有没有看这个十周年？哦，不知道，没什么人提到我。那是影片剪的吗？你刚下班啊 ？Hello， 家怎么了？现在剪影片，然后又梦之中，我现在回去看起来就哦，好不一样哦。想到我们的那个舞而已啊！我想跳什么？知道 Blue Rose？ 我、啊、忘记是什么了。Blue Rose，Blue？ 哦，那是咖啡雪的，没事。Hello， 我喜欢 Blue Rose， 是很像咖啡雪。噔噔噔噔，对，好像你会喜欢的歌，但是你的动作很。不像，他刚刚是降云，好可爱，什么意思？他的舞绝对不会是长这样子，不会是这样子，我只是乐意爱加。Bird，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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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d，
Blue Burn 吗？那不是几首歌吗？哦，对。爸爸在意大啦。Hello， 鳄鱼。傻眼，我同学今天有直播、哦。看直播那时候死都不接电话，别人以为你很早笑死，太过分。Two Rose， 哦 ，Two Rose 也很赞啊。松井月跟那个松井朱里奈，好哎、欸，看他。我突然讲松井月跟松井奈，跟松井奈哦。等一下，先 Blue Rose。Hello， 阿元。Blue Rose 我有喜欢的版本，我讲一下。你说这样子吗？你好烦，我讨厌你。很可爱呀、啊，你再一次。不要。拜托。那种。你再唱一次。哪一首去、啊？阿爸答应他了。AKB 也有 Bird 啊。哎、欸，先找到 Blue 那个。我有找过，但我忘记了。它有11个版本呢、欸，你要看哪个就看哪一个。有红蓝版本，有个黑白版本。我觉得黑白衣服比较好看。什么意思？这衣服超古老，先不要这个版本。这首是什么 Two Roses 啊 Two Roses Two Roses 这个吗？我很喜欢两个松井，我以前看很多他们的 CP 文，可是我比较喜欢 Mayuki。 哦，有黑白的版本耶、嗯、他是谁？你好意思哦？没有，刚没有照到哦。不一样，那种感觉要杀死对方的那个眼神。敢不敢字幕？哎，这个画面。且公演心得，你觉得一定会神清气劲啊！有宫泽佐江跟松井朱里奈的、欸，可以看，看他。Hello， 阿米，爸爸不要恼羞。没有啊，我还是有啊。宫泽佐江也不错啊，很优秀哎、欸。我只是想要看字幕。他很帅呢、欸。对啊。这衣服感觉就是很酷。只是其他人专注看平寒粒子，可是死。谢谢。你看你的衣服是红跟蓝的。你是为什么啊？你是死盯着我打麻将吧？Hello Jerry Catch，Hello 水锤，无限为什么 ？Hello 超帅。长头发的。嗯。哦，我以为是李娜哎。是空是走开吗？不是啦，我是说朱里奈，是李奈。好，跳过。前面那段好闹、喔，好长哦、喔。对。好，还没有字幕。我好喜欢红色那套，好好看。是。是他的毕业卡吗？哦，是啊、喔。是为什么用对比色啊？太酷了吧！不是啊，对比色不是蓝色，蓝色吗？为什么会用？哎、欸，为什么会用这个颜色？因为他们原本的衣服是蓝色跟红色、啊。为什么是蓝色跟红色？你要问 AKB 的设计师。没有很好看，我自己，我觉得，我个人覺得是不是很多衣服都很迷嘛？你看他那个滚筒洗滚筒什么是什么洗车的那个，我。一句一句的你喜欢的一句一句一句的，你一定就是这样。Unicorn， 啊 ，Unicorn。
可以，还不错，但是它好少哦，很不明显，是吗？就是一句一句。中华台，Hello， 看君燕，且看枫叶。都没有，这件一直都在，只是因为我今天我不知道穿什么，然后打开抽屉，它就在那里。我想说，好吧，那就穿它了，反正我也没有机会穿了。要看奇迹吗？好啊，想看法法的奇迹。嗯，这法真的是很帅、欸，你很对啊，我也觉得我好看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欸。在后台，然后就在那边靠着，就是。就站在厕所门，对，虽然是厕所外面，但是就是很好看。我今天看到旋律，我觉得很害怕。等一下，第一名哎、欸，哇！哭了，为什么？男的好不一样。对啊。我也想这么开心的跳那个，这么他们好用力哦！突然觉得他们一直都很用力啊。是长发夹，我没看到他长长发，然后他们长发啊，他是渐进的变成。你要不要也渐进？商业互吹没有互吹。真的好看，好不好？他就这样子穿着奇迹的那套衣服，然后就这样，对，就穿在墙上。然后他又长得很好看，就很烦。没办法。Hello 翔 ，Hello 兔儿江 ，Hello 老沙，公主反差萌，把可爱最大笑一化而已。哪部分？才不是睡衣嘞，没礼貌。在看本家的公演，公演的歌。我喜欢这首。姐姐的吉祥也奇怪，好难爱。每次有人在跳的时候，我在听唱歌。好，我唱法法。干嘛？今天。天不错哦，这样子，你有听到我唱歌哦？有啊，就是还是有一点点，虽然不明显，耶、yeah ，就是有一些，就是我有唱歌嘛。等一下，等一下，太过，太过分了，就是你，哎，这气氛比台南食物还甜了。哪有 ？Hello Andy An， 好想看人家跳。封面那个星星真的是大伟啊！太夸张！就等你了，我不要。真的这首啊，可以开去年的 reset 公演，太强了，可以看我们。谁？邱仁成家？哦，他不是不喜欢吗？其实，对啊，没有办法，这是大家都是，还为他写了一首星星歌。对 ，Hello 小优，最喜欢他哎。对啊，听中文听久了，听到日文好像。基本上就是看着，有点想跳长风雪。我不想，可可不忍太炸了，跟这种不一样吗？太阳可不忍就是要这样，然后要还要这样的，哪有这样啦？有，你是浮夸啊？有啊，你们是这样子啊？然后 P P P 先是帅这样子，红玫瑰写不成的相守之心，
福禄禄 ，Hello 福禄。对呀、啊，看我们的 Hello 艾文，我没有唱过吗？衣服有东西吗？什么意思？还好，我之前有穿过啊。1994的雷鸣啊。那你有看到他们的 combination 吗？他们，嗯，就是他们几个，就是 很帅的。哪里？哦哇哇哇哇哇！等一下，修蛋。哦，黄金战衣啊。不是，不一定要这样啊。他原本是里面都是那个，然后是他之前有穿那个黄金战衣，就是一个黄金色的内泳衣在里面，然后就成名，然后就是在这里也是。哦，只有他。对，其实不一定要啦，其实根本他是没有啦。吓到哦！他身材真的很好哎，好赞，好羡慕，好喜欢哦，喜欢陈家的身材。谢谢还好啦，其实他的眼，他的眼睛很漂亮，虽然说这眼包太大了，对啊，太大了吧？他眼睛很好看，好喜欢哦。论长相，我最喜欢他。谁？蔡佳。对。真的、哦？嗯，很喜欢，蛮喜欢他。我是一直被两个人左江，但是比较喜欢，都喜欢啊。是喜欢大帅小帅，然后 Mayuki。Mayuki 是谁？我没有认识 Mayu。藤井 Mayu。Hey，Hello。好好哦，麻友跟前辈有 CP， 大绝会，大哭会，对不起，他是他，我一直说，最近一直说绝呢，你是什么高哭绝？我是高云哭，我高哭不是高哭绝什么？你才张三绝。啊、你看我的全部都是 Mayuki 的，他不是虾虾，他是 Beta。虾虾是谁啦？虾虾是 Soba 的。哦。秋元才加吗？发发想跳星星吗？不是，我想跳，我想跳星星。为什么都会连接在一起呢？因为他的就是他就是没太那个太重了他的那个形象。头发太远了啦。那加。爱的加速器呢？那个顺从的 slave， 那个啊，你听到是什么？就很那个主仆那种。这首歌就这样，就很主奴这样子，很糟糕的歌。死亡加速，我之前有查过，但我忘记为什么了。这个音质。30年前，不要这样，就是比较后面的歌了，十几期或九期了，然后音质这样子，这是道路吗？哦，差不多。有人说1994的雷鸣，为什么不想找啊？没有啦，对不起，因为不是我在放嘛。哦，错了，错了，从远处。顺从这首很危险，对，很危险，什么部分？很糟啊！我的本 AKB 其实蛮多很糟的，对啊，其实毒蜘蛛也很糟，毒蜘蛛也蛮糟的。你看，你看，他很，我觉得他是长很 S。这很 S 跟很 M 的歌，那是樱花吗？那有啊，啊，这首歌有啊。是他的吗？不是那个，入山，入山，入山青。我觉得我也很喜欢他的脸，超漂亮的。
他最近不是去墨西哥发展？我好变成梦之中，厉害不可能。美猴王才加 ，Hello Snoopy， 超坏，要美猴要糟糕，还有我不会念 ，Innocence 这首歌超不行的、啊，这首歌 SK 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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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推了一张大床出来的，你说躺下的那个吗？那个我知道。什么？这是最近看的那个。最近看的什么？最近看的会躺下的那个。哦，那个 ，I'm sure。哦 ，I'm sure。佛法一定研究过歌词，他什么都拿研究过。因为之前有合集，就全部看过一遍的，不就很好听嘛？因为这首歌是这首歌16岁以下不能开口唱，就可以表演，但是不可以开口唱。真的？对，因为太糟糕了。真的？对，独自说应该也不行吧？谁如果嘎加猫斯鲁，这首歌也很糟啊。可是这首歌是很糟。为什么你们都是老饭是不是？因为就是挺好听啊，你怎么办嘛？你们都是老饭哦。这个吗？看一下这个版本好了。好痛。嘿。还有许多歌吗？反正就看歌词了。哪尼？哦，这是比较性感的。但是我想要歌词。就是他的舞，我觉得难跳。就是拜托不要 CP 除方法对这几首有点对啊对啊除到不行它是全员曲应该是吧独自猪啊应该是它在那个公园好像是第十首、oh. 跟独自猪一样第十首固定是什么它十六岁了吗十六了吧也是啊，班不能唱啊，但是其实就是独蜘蛛的白话文。对，但是我觉得比独蜘蛛难，它舞更少，更不性感。跟他，这是什么搬家吗？所以你要唱的更性感就更难了。我喜欢蜘蛛的舞，蜘蛛的舞好好看。我怎么会喜欢蜘蛛的舞哦？蜘蛛舞真的好好看。可是那个蜘蛛那个咚咚咚咚咚咚，炸有点台就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啊，我只有就是知道、啊。就他们的舞有分成歌词舞跟舞蹈舞，那它这个是纯粹歌词舞。对。但是要搭配一点舞蹈，比较性感一点比较好，比较会想要。Hello， 林果燕。胖了，你什么意思？什么开枪的？阿六说他记得有一首大王跳过，什么开枪的？开枪 ，bang bang bang， 那个什么 ？bang bang， 什么什么 bullets 还是什么子弹？开枪？对啊，对啊。我们有就有唱过跳过啊？什么子弹？大王是谁？那个啊，那个、啊、小岛，小岛菜啊。不行，我的回忆。他说对，最讨厌人家只唱反调。Romance
跟什么酒棒棒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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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罗曼斯。天哪，我完全，我怎么以前都记得这些东西，我现在记不得了。你很厉害耶。罗曼斯。我呢，跟我晚安。没有，云绝不会，云绝不会。鲨鱼，鲨鱼跳。你鲨鱼最后一步舞去的好师傅，好可爱哦。说的那么刻苦，鲨鱼最后一步一次吗？结束。好可爱哦，鲨鱼。那个衣服超级糟，还是那个选。他最后。好可爱哦。好可爱哦，莎莎！简直就像是一只杜贝塔，好可爱，好可爱哦，贝塔哦！还我，是我的，还我！晚安 ，Hello Google。我就是假发啊，怎么样？我只是说我喜欢他们，我又没有很，我又没有很。很饭也是有分程度的 啊，我没有完全在，你也不会知道，我知道他们，你也不会知道他们觉得住过哪些地方。对啊，你又不知道我住过哪些地方，你还不知道我哪里出生的嘞？没有，他知道。浪漫手枪，对，不会翻哦。谢思源的香手枪，哎、欸，那时候选拔什么个什么胸大选拔之类的，李晨。他说他看到贝塔只想说鱼翅一碗谢谢，不可以。鲨鱼是可靠的前吧？查得到吗？ Hello. 有哎、欸，白痴哦、喔。还有诱惑的吊带袜也很糟糕。哎、欸，看要看《伯母游记》，我还是要看小奶羊菜的。好啦，充满少女心的叫声。他贝塔是合法的，这是那个吗？胸大选拔，胸大，罗曼斯跟酒，所以这个选拔的都很大。那我没办法，姐姐。还有人啊，电影看应该可以进，但我不想，好恶心哦！谢谢。他自己唱啊，嗯，在他的 solo 做演唱会啊，好厉害啊、哦！可以开个人场，他开三场还是四场？结束这个棒棒棒的，棒棒棒，好烦哦！怎么会有这种歌？好不舒服哦，这是我进不了的哎。这也是我看过最不舒服的歌。可恶 ！Hello， 空班娃，不可能偷嘴吧？单纯喜欢看帅哥。但还是喜欢你真好的。很多表演都被删掉了。
是我不舒服，又不是他不舒服，他也不舒服了，他又不喜欢什么？他说法法不是冷静，为什么不舒服？冷静跟喜欢不同回事吧？对啊，不喜欢啊，就算冷静，我们也你能去也是不喜欢啊，就是。当你十八岁的时候，就是、能当兵，但你不喜欢，不一样吧？这不一样吧？得去当。どんな話あの AKB48 の前の歌、いろんな歌を聞いてるの。ユニットとか、いろんな変な歌とか。为什么？谢谢谢的红玫瑰，谢谢奖励红果果，都伝えました。哎，なんで？拉链，拉链，拉链，拉链。我入坑曲是拉链。Hello。入坑画面是拉链。画面之一，我就是那个嘛，博缪记，入坑博缪记的画面之一就是拉链，他自己跳拉链，超可爱。哪一个？他个人演唱会上的，一直在拉拉链的那一首吗？对，脱衣服的。对对对对，那首好可爱哟、哦。对，但是我也不行、欸。看品涵跳哦，蛮想的。我就是在疯狂消费品涵。先不要。进二。越脱越穿越少了。不喜欢裸露。对。口译巧克力。这首好耳熟。这首是什么？这首是我的铃声啊！巧克力噔噔噔噔噔噔噔，変な歌，そう変な歌，パンパンパンとか，パンパンパン，怎么会有这种歌？噔噔噔噔噔噔，很厉害，转一圈就下来了。对啊，我觉得这种的很酷哎。他先拉好，然后就是放。手就这样转着转，这样子很漂亮，换成一件小洋装。哎、欸，那件是好看的重点。Hello 玉超，重点是看起来不会很壮，看起来已经很少了，还可以再脱一件。等一下已经不一样了。李晨说他喜欢裸露，他要看古铜色肌肉。等一下，好哎、欸，我也喜欢。修蛋，已经不一样了ですよ。皆さん，Hello。晚安的，我大希望。没事，我只是想打开。哎、欸，他还在哦。他为什么在工具里？因为我乱放的。这是这一场。大希望一把多么喜欢。这是现场有乐团表演的。厉害哦，他们都可以开个人演唱会，那多啦，很多。他看起来不会很厚重哦，里面还有一件小洋装哦。天哪！对啊，这个大蝴蝶结是拉链。哦，好酷哦，好喜欢这种衣服哦。这个是现场演奏，而且他是真唱吗？是吧，或是有之后有出微电，可是乐团演唱应该不太想有微电啊。哦，好厉害哦！我不行，我会亏本，亏到爆，只有一个人看这样子。你可以开个小场的。また行くけですか？すごいね，他非常すごい。把妆抹在我的沙沙上了。你看他说人家老阿姨呢。
哈喽小姐，哈喽小姐，你看这是什么 IKEA 广告，我没看到，还没了，哦，好酷啊，跟那后面的不一样，而且好看非常多，好多圈哦，太多圈了啦，好酷哦，但不是我想象的，我知道那种不可能，好不好？不知道那种，好酷哦，耶、yeah, 衣服很好看，对，他真的很应该是好好，谢谢老三，枪手之心，枪枪手，ソファーに行きたい。そうですね、それもしたいね。那个人以前会听哭了，有一首歌是什么、啊？吴明有记唱的《沉默》。嗯、啊。Deepa， 对、啊，哪里啊？第一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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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记得呢。Hello， 包子。亲一把。还有一个就整大家都在逃亡的那个那首歌也很酷，好像 Team K 的吧，穿那种条纹装那种的。有看过吗？好恐怖的前奏，听起来就是个好累好累好累好断气快断气了的前奏。おいで、おいで、寂しい人よ、落ち込んでた。他们起飞，跟好多。下一次要喊什么、啊？还没想好。那我觉得我们跳起来累，他们好清爽哦。对啊。好灿烂哦！我天哪，不愧是，不愧是本家。你看看，什么意思？这么熟，别再不熟悉。而且他还绕不过他的头，
有像啊。哦，好酷啊、哦！嘿，嘿，好丑。好失礼，但是真的好像。只要你表情做的也像啊。你做一个。他们看不到。一下。超远。对啊。哇，好远哦。可以看。他怎么可以这么行色？什么东西都好，谢谢林果的 Kitty 做你的喵，谢谢太郎的枫叶，倒过是蠢，出兔也不错啊，妈又好喜欢出兔，加油，好漂亮哦。换手动物系列，什么没礼貌？哪有像动物幼稚园小孩的？谢谢 Hiko 的恋爱巧克力，谢阿六的眼睛也这样动，油，你感觉到脸上都是油了。哪有？好想吃哦 ！Hello Sky， 想吃什么？有人说他在吃柠檬棒蛋糕，胖。还好。谢谢太郎的枫叶。我以为是什么烤鸡腿之类的。放下我包的给第一只兔子，谢Sky的相守之心，这样被阿乐阿乐有呛我包，你甘心吗？我甘心。OK， 对啊，你不知道吗 ？Hello， 开心，谢哈林的 Popcake， 听吧的炸吗？好厉害，他们好厉害，拉布拉多，可能我打死一代，哈罗文。这首有跳过吗？这首没有，我也在想是不是 Daisy 有跳过，没有吧？女神别闹。有吗？没有吗？のカッパになる。Hello， 小青青。几
吉野家是怎样？有人说本家跳过，你也可以在吉野家跳啊，没有观点好吗？真的，虽然它有点小贵。カバに変わって歌う。最初のカバに、カバになろう。Hello 阿鹏鹏，对他最知道了，他还记得吗？多久以前的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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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为什么啦 ？Hello， 怎么了？好可爱，我以为你在看晚餐呢。你要不要看一下？今天晚餐吃一个便当很嚣张，188，太贵了吧？对，那你还不看？你在那边看猫咪。なんか今日の服可愛いね。初めて見た。みんなが似合わないなって言ったの。ストーリーは。ストーリー。ストーリー。スト。興奮するぞ。ストーリー。Hello， 庆哈。Hello， 走不到飞。OK OK， 白一点就适合，太过分了。好久不见，很久吗？要澄清。みんなでね。似合わないな。誰と。你是不是要看晚餐？好可爱哦！啊，哦，好想说他这么毛。礼拜二没来，哦，可是你的狗狗还在。你还得了哟，それはよかった。でも暑い、暑いんだ。髪，髪が暑い。怎么变暗了？不是一家的 beginner 吗？你猜你播你放的，谁丢了？为什么 beginner 会被骂 ？Hello 绿猫，被谁被谁骂？被骂？被骂？被你你好。没有写芯片装 ，beginner， 原 P 原版。我说这个 ，beginner 是什么意思？你打成 bikini 吗？等一下，bikini 不会被骂吧？日本人は似合う一件100%。それはよかった。阿朱姨，阿朱嘛，就等一下。吃什么？比基尼。吃吧。你想吃什么？比基尼哎，血腥血腥 MV 哎。要看有没有内删减版的、啊。被消失的 MV。他就喷血啊。对啊。喷到不行。
很喜欢这个哎、欸。但他 YouTube 被删掉，太血腥了，是不是？有平台是啊、哦，有平台叫 Beginner， 是吗？平台还不能互相讲平台的名字哦，你们赶快打一个。来比，羞辱的。我想跳这首，还快跳过了。他们有跳过，我们没有跳过。我们没有跳过啊。还快跳。我还有跳过。有啊。什么？跳了，然后萨克拉连 River 也跳了。想吃早餐？好哎、欸，没有问题。你居然想吃？哇！ゼロになるんだ。僕らの夢見てるか。未来を信じているか。怖いもの失う。我也有填这首。我第一首是 River， 第二首是这个，第三首我忘记了。忘记了。好开心。忘记了跟那个。哦，可能还有风筝在吹。我忘记了。一起。我没有填舞蹈，舞蹈。明明就可以，看他们跳短板，好痛 ！YouTube 剩下一直停下来讲话，好烦。等一下，他们改成笨蛋的东西太好了。你看，嗯，他们改成笨蛋的东西，本来就是蓝蓝的啦。没有，他们是不是红的？没有，本来就是笨蓝蓝的，是后面阿蒋的才是红的。对啊，这也是真的，是这边才是红的。其他地方本来就是蓝的了，真的好听。当时你是干洗手，什么意思？干洗。真的哎、欸，旁边人在冷笑哎、欸。有拍到啊？谢谢庆，他是谁？乌萨第一。板很难跳，真的吗？我也听，我印象中 Uza 是一个很难跳的歌，但是我忘记，我已经忘记他的歌了。怎么可能没有声血谢庆的 GP？ 不是我们。我们之前就是台研那时候的甄选，就是我们有上课，我们就是上歌，就是跳舞，然后我们唱歌也是选这首，好开心，那时候真的好快乐。算了，看看一直要我跳，还在干，跳在哭呢。跳这个，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试过，然后我最终的时候我也跳舞，然后就没了。僕らの背があるんだ、風も止んだ。谢谢。
3681946枫叶，春写是西上还是西下？都一样啊。嗯，谢 Sky 的爱恋巧克力。哈喽，Hello 建谷，大声大声，台湾的人气ありますか？めっちゃ人気ありますよ。肯定是脚踝上，不都一样吗？应该都一样吧？看你小腿的长度啊。是啊、哦，我以为都一样哎、欸。大家，我的脚应该算蛮短的吧？你应该算长的吧？他好像说要大腿，可是我到膝盖上一点，我就很紧。哦，我也是膝盖上一点，没办法，因为我小腿的地方就是会撑开，就是没办法，我小腿有限，绝对不会是看肤色吧？刚好在一半膝。中间，西上西下差很多。不是，我是说大家的长度一样。对对，就是我腿比较粗，所以上不去。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我最近在消费自己，大家好烦哦。哎，你看看这只腿，不要不要，你是不是？很胖哈，对啊，因为刚刚一直在吃蛋糕。我哪有一直吃蛋糕？我只吃的那一块而已。是哦。对啊，好像只有这个。还有面包。Hello, friend。那你先点呢？我先点吗？好啊。看你的声音。我要吃什么？你觉得我要吃什么？米浆，算了，不要米浆。哦，油条哎，麦芽甜饼是什么？看起来好好吃。就跟你说，你吃这些东西嘛。饭团，它好，它说有点贵。这家真的很好吃，还是要吃那一家的？那就踩一下吧，看你。五倍券能多消费一点吗？五倍券什么时候会出来？我腿超粗的，超难过，我的腿超粗的。到反驳，这已经没有办法反驳了，大家。我就是个胖腿妹，胖腿妹，大家可以把马甲改成胖腿妹。不要，对，我已经看开了，我已经没差，我就是胖，怎么样？我胖，我骄傲，我没有为国家舍不了。蛋饼加蛋加猪排太多了吧？我们需要多一点嘲笑别人的地狱梗。这是遗传啊，对啊，这真的就是遗传问题。就是我最近回家，我一直有在认真的注意看我们家人，真的是遗传大家。Hello， 黑杰克。而且你们家如果从小到饮食就同样的话，你们身形会长，或者长相会长得比较像一点。可是我比较瘦，因为你还年轻。对，我还年轻，代谢会变慢。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变慢了。パパと二人でやりたい曲ありますか？ありますか？什么？他说有想要一起跳的歌吗？那个、真圣女贞德，江大江大陆9月10号，数位券，不要消费它。我没有消费大姐，大姐那是替达练出来的，不可能吧 ？Hello， 阿北，去把腿敲细，好想要打肉毒。
打肉毒，肉毒有用吗？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是吗？不然你用你的叫啊。没有啊，我没有在看，我刚刚没有在看。那你在干嘛？我在看这个。我会在拿手机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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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拿手Blue Rose， 两个人的歌，我想一下，怎么一直说残片？肉毒没有用。江努达鲁克，嗯 ，IG 上播更多肉腿，不可能，会更肿，真的假的？肉毒是防止肌肉收缩，减少皱纹哦，是吗？对。那要打什么？不知道。没有用的，他已经没救了。他是一块硬肉。对，他就是一块肌肉在那里，他已经没救了。啊！Hello， 新野人。你是变胖的、啊？对。没有哎、欸，我最近体重有下来，可是我没有变瘦。可是脸变圆了。对。下巴变厚了。对。可恶，不能反驳。那是假的，那是之前。不露肉丝，不露肉丝，不露肉丝。什么意思？打你 ？Hello， 谢谢暗红的红玫瑰。这个吗？随便你。好，那就他了。今天不喝饮料了，可夸张了。哎、欸，不对，我还有一杯牛奶，你还有一碗冰，还有三颗布丁。我真是胖。胖吃马来糕哦，你有吃过马来糕吗？没有，超好吃的。有鸡肉卷呢，还是要吃鸡肉卷？肉还是要吃的吧。嗯。要吃鸡肉，要吃，要吃萝卜糕吗？你要吃萝卜糕吗？冰给你不行，我觉得还。好哎、欸，对啊，体重下来，但是看起来没有瘦。我们还有豆皮跟光面可以吃。体重下降不一定会瘦，可能消耗。嗯。Hello Steven， 你可能从肌肉变成脂肪了。应该是变肌肉了。就是变重，大概就变重。你是反过来变轻，但是变胖了。你是变成脂肪怪。嗯，好烦哦！我要卫生纸，在你旁边，谢谢。那如果不给你卫生纸会怎么样呢？滴滴就会滴在你的脚上，粉丝就会看到高圆圆的鼻涕。嗯，跟你这样子。今日はファファ眠そうだ。うん。眠いか。なんで？
逆风聊天室个人很喜欢，谢谢。确定吗？其实蛋饼很好吃，我讨厌，大家不讨厌，我讨厌。我的腿。可以讨厌他，你拍给你看。这胖子很壮哎、欸，超壮的哎、欸。你觉得腿个性很善良，什么意思？等一下，怎么办？看一下。我在忍痛割爱，太忍了吧。啊，饭团有啊，可是它是火腿饭团蛋，然后一次就要，我看哪里，什么意思？喜欢认真吗？谢谢林果的。我们家有蛋，可是饭团加蛋不一样，要加十块钱。你不是说没了吗？啊、你不是说没蛋了？我看到还有蛋。哎、欸，太好吃了喂！你这个骗子，你不是昨天才吃吗？你看这个铁板面套餐，可以吃啊？什么意思？贵啊？还好。吧，哦，好吧，我要谁的腿？谁的腿？张佛法的，给我，我断掉哦，没关系，我会让他变壮的，不会，张佛法活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让他壮过一下，啊？张佛法活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让他变胖过，你又没有在动，我有啊，嗯，对啊，你骑车怎么没有撞啊？我怎么骑得上去啊？对啊，有什么都没有变壮啊？你骑车的哎、欸，我骑车腿还是骑上了五岭哎。我给你看，我那时候有人拍我，我腿是多细。好好混蛋哦、喔！可恶，我上去我的腿一定变圆的。可是其实脚没有那么酸酸，心肺比较重要。吃过热狗卷蛋，热狗卷蛋是什么？会黑。我这是可以补救的。对啊，法法上腿很好看、啊，喜欢又爱钱，好好笑。谢玉超的 pop cake， 很羡慕哎、欸。看看这双腿，呀、yeah. ，很羡慕哎、欸，把它抬起来。等你，等一下，啊、等一下，看看这双腿，要多细。要多细？我就问，我都不敢跟张法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你知道吗？你是看那个捷运站捷运，那不是有那个玻璃门吗？对，就看到一粗一细的，好烦哦、喔，气死人！然后刚刚觉得说，看我这这变瘦，然后我就他就看我，他就走开了，没办法哦，腿细，不能跟法法一样。这样细就让他跟你一样粗，好哎、欸，不行啊，他粗不起来啊。热狗卷蛋是南部才有，热狗卷蛋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查起来。他也不知道，我不是，可是就很细呀、啊，好羡慕哦，按掉了。他抬抬没关系吧，他都让我抬起来了。你 care 吗？没。脚。刚刚被抬起来。他说可以啊。没错。你看我爸，也是很细吗？完全没有，
看看你。一人下来说，你觉得 ？No！ 人家是瘦子，人家没有胖子。No！ 有人说一云下午说我都吃不胖。No！ 所以我奈。一云太容易吃不胖。对，一云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对，也是一个很可怜，辛苦哎，他很辛苦哎。还以为是跟法法一起玻璃反射会照不出法法，还是有啦，还是有的吧。那个大家反射出来都是黑色的啊。是一个很过分，大家他真的是看不见，还在偷车，对，蛮像的，是一个很过分。就是这样发发，那是镜子，好好看的，哎，你好好看哦，我看，哎，你好好看，好讨厌，你可以不要长那么好看，这是什么？好可爱哦，在干嘛？按摩，很痛哎，好可爱，来马赛克，没礼貌，照就出来了吧，这是什么 ？New Balance。轻量鞋，那这双鞋是室内鞋，我今天拿去骑五零，超扯。我们今天可以呢，可以呢。Hello， 嘎嘎。骑完车，然后就下山，然后就去某间百货公司，然后逛街，然后就男生一组，女生一组，然后猜拳，然后最输的那个人各一个人，然后全部帮他。挑衣服，然后去试衣镜拍照，这样子，超好笑、哦，男生哎、欸，我在 TikTok 一直看到，就帮别人选衣服那种，我就觉得好哇，好酷哦，好棒，很有趣，很有趣，没想到你居然玩过了，哈哈。对啊，你很适合运动风的打扮，他就是运动的人、啊。就跟你说，九月生雪真，闭嘴！你只是不想穿裙子。九月生雪真应该就是要像网球王子那样子啊。对啊，他去骑登位跳啊，这样子。Hello M 车车队们，路线啊、住宿啊、什么经费、身体，全部是从头开始，然后休息点，然后配速什么，队长在哪，我们在。然后都我们自己算。Hello 小梁，好赞啊，好热血啊！天哪，我现在干嘛？但他一直说没有，不是裙子，但他一直说运动风感觉就是要穿像网球王子那样子裤子啊。然后那个他只是不想要穿裙子而已。那种运动外套，然后松松那种，然后拉到最高啊，这样子。太想太多，你以为你是狗卷啊？没有那么高、啊。还差的，好可爱哟、喔！再来，哎，我还是加了10碗泡面，煮成一锅都没有。好棒哦、喔！你们有几个人？算了，忘记，还敢忘记？台湾最高加油站，很酷啊、喔！那老师的那种手上很多。汗毛的手毛都结霜哎，超酷的，好酷啊、哦，好冷哦，冷感觉真的每一口吸进去都是冰到不行。Check it， 对外全发全发弹出，好可怕啊、哦！80年代风格，对那种，太夸张了。Give me five！
さよなら、くどおる。ヘビロテ、メイビー。你跳过メイビー吗？有啊。我都要忘记你跳过什么，没跳过什么。大饼在哪？大饼，蛋饼在下面啊，最下面。啊，就这样而已、哦。嗯。嗯。你也可以换一家。那别家好。有吧？想吃炸馄饨，还是我们直接点下面的咸酥鸡？还是我们直接点咸酥鸡。可是我没想，我不想吃炸的、欸。好吧。你可以点。刚刚觉得就这样胖的。我说不想吃炸的、欸。这样吃。你说什么？我说的你可以点。算了。有人说法法 AKB 什么没有，裙子最多，认命吧。Hello F， AKB と成成は同じサイなのか？诶？是吗？不是吧 ？AKB 跟成成同岁吗？我点了。好。是吗 ？Hello， 枯江 ，Hello 一晨 ，Hello。是啊，好酷啊！我第一次知道哎、欸，酷 ！Hello， 不想上班。哎、欸、，AKB 跟晨晨同岁、欸，我听到了啦，好酷啊、哦，好酷啊、哦！我第一次知道，一二零八，呜，晨晨好小。晨晨才，晨晨，15岁，酷毙了！哎，蓝格多。要听什么？我想换歌了。有什么歌 ？No AKB。你想听什么？你看我 YouTube 啊。YouTube。打叉。YouTube。睡眠音乐，东方 AKB， 啊，十回。我把 solo 随机播放，现在不错。啊、哦，好酷哦！不要。失恋させて、行かないで、行かないで、君のタイムと心臓。はいはいはい。昨天晚上是。面
Hello 萌萌怪谈。Hello 罗纳尔多。这首真的很好听。几岁？我入团的时候，你入团的时候几岁？16岁，同岁，好方便哦，同岁。我现在已经19，要20了，大家，我的青春，我们的青春。我也觉得浪费了。什么歌？没礼貌，没礼貌。不许动！啊！外在保护力，但内在呢？内在呢？还是姐姐？外界死角。同じ過去だったよね。そうだよ。厌世小姐。高圆圆。食べなくちゃ、食べなくちゃ、嫌なこと忘れさせて。行かないで、ねえ行かないで。君の体温と心臓。这么可爱，为什么我还需要上班？对啊，我这么可爱，为什么我还需要上班？没有，我今天还好，今天没有很可爱。还没20。哎，对啊，杨雄，你还好吗？你打了吧？把钱要准备一下。收零钱而已，对，傻眼，啊也不把100块放进去，你有没有85？我有啊，我一定有。应该也没有很累，回复很累，能预约的最快就这时候，对，也是啦。李承恩确定要在这边讲这话。Hello Jeff 2106，打疫苗后近期内不可以去运动。是啊，嗯，为什么？
你都会累啊，会好好休息。更多多多多多好剧，三凤梨酵素，三效保护，由内而外，全新善存益生菌。林果果不是36岁吗？哎。男生应该不会不舒服。现在是什么粉丝互相伤害时间？二楼不高，二六差了10岁。哎呀，纪念币，开始你了。纪念币也可以花。我爱死你了，林果。你是我婆婆哎、欸。那你？啊？还给你？你加油，你加油。当爱难过，加油。TNT。打完尽量不要。做让疫苗不开心的事情，例如上班。好，法律规定打了疫苗后一个礼拜内不可以运动。酷哎、欸，新加坡，好酷哦！跟西雅腾见。Hello 博成 ，Hello 米卡加杨希恩燕。谢谢恩的枫叶，谁？翁同勋呐、哦？谁？翁翁来了？不是啦，我说那个。哦，对、okay。翁同勋。我听到那边都会自己想起你的大提琴声。对对对，很走音。BRT 不一样了吧 ？Hello 月笑 ，Hello 人好，你明天要打疫苗，真的好多人打疫苗。谢谢博成的守护灵，谢谢 QK 的行李箱，谢谢庆的好狂 ，Hello 正人，确实暂时不要运动，两三天不要运动。新加坡一个礼拜哎、欸，等一下，你打完了？什么时候？那你应该也没什么的。打疫苗后隔两天就去健身，真的、哦？有人说，有人打疫苗后隔两天去健身，就真的走了。很 ，Hello Pan， 我没有。你打完两剂的，太快了吧？什么意思？这里是多少？拿出来了2个10块是什么意思？又忘记拿回去了。啊，这是什么？为什么？那你要放这吗？你不拿掉，拿出来花掉。这样吗？可能有些人没有在看呢、啊。可以这样吗？真的吧？不知道哎、欸。胖子，下次进剧场该找你。这个有关联吗？我不知道哎、欸。玛西亚、伊萨米、梅丽卡、萨比亚。Lisa, Okina,
是你说的。你要十月中才打得到第一季，没事啦 ，OK 的吧？有预约，但是就还没有轮到啊。真心，谢谢的，真心はダメです。服だけ，服だけです。F。出山定格，有下帮助。对啊，我很少穿这类的衣服吧。我必须品尝每一种食物，这种鸭。我已经少穿到我穿这个，你会觉得我奇怪。酷哦。好看呢，这个角度，他很会抓。噔哒哒哒哒哒，我已经快二字头了。什么酷巴？不是那个酷巴，上次限动那套黑色衣服，哪套？啊，生日 T 啊！哦，生日 T 吗？公演那天师傅也蛮厉害。公演那天我穿了什么？公演我穿的姐姐 T 哎、欸，是吧？是吗？阶梯吗？灰姑娘的那件，诶，忘记了。合法限动，你的限动。哦，那件其实那件外面衬衫是张法法的，但他还没有穿过。在哪？要洗衣服，洗衣服。衣服没办法洗。鲍瑞，为什么？没有办法吗？还是没有办法吗？嘿，没嘛，这件很一家，我是百变绝，什么都可以。让瑞婷飞上天，哎、欸，那个真的是很好玩，大家有机会可以玩一下，你们可以找阿六玩，哎、欸，找阿六。看到我这那件我真的很喜欢，买它 T 也很好看。外面那件，对，那件是要洗的衣服们。对，半透明那件是法法的，其实它其实还有里面那一件，但是里面那件比较偏向秋冬的衣服，所以我就没有穿里面那件，不然我会热死。还知道怎么改？对，而且会，而且不能穿黑色。我不要八马尾，我才不要嘞。不是睡衣，谢谢谢的相守之心。快给豆子，自然自然，哎，露出来了，他来了吗？法法会想让那件出现在法法身上吗？它就是里面会有衣服啊，本来。那件为什么会买？你知道吗？因为它特价。对，因为它特价，它就放在那个特价栏里面，然后就很心动就买了。可是我觉得超大件，然后超不大的。快来！但是很好看呢、欸，那件真的是好看到哭萎。没有，大概。
い服着てね。それは難しいね。はい、頑張ります。才不是 Hello 雨涵。我长得好奇怪，水晶颜色很奇怪吧？大家应该会这么黑，调亮。超亮，哦、好像调亮好了，哎，这样好黑哦。等一下，我应该要对焦哪里啊？还是这样就好了，其实。啊，你就这样吧。等一下，对，这是产潮。他在直播上把你亲亲在你身上，哇！我没有在亲，为什么会在这里玩？应该是还有，但我真的不想穿，我没办法。ちゃんより日本語を理解している。なんで？他的动画都好可爱。我不要，我不要一字领。乃见一字林，三错，你带黑美感。Happy birthday， 哈哈嘿嘿，这里假咖你穿插八卦的杂烩，你没有听过吗 ？Happy birthday， 谢谢谢的红玫瑰。谢谢太郎的枫叶。爱爱爱の空。眼睛。喜欢这首。但我忘记是什么了。好像是杨言系列的。杨言。我跟他同岁好吗？独蜘蛛都穿了，怕什么一字领？不一样，独蜘蛛有前面，一字领没有。独蜘蛛不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对，独蜘蛛不是我们自己的衣服。一字领到底是什么违反地心引力的？一字领好可怕，一字领他到了都会麻烦你了。一字领就是一个你随便怎么样它都会飞起来的衣服，或者是掉下去的衣服。它是什么违反人体工学的东西？自己加油！什么干妈妈？没礼貌！橙色蜘蛛，湿巴巴的，湿巴巴。黒い黒いあのエヴァじゃないんだよ。独自住领口有 WiFi 符号啦，对，对，没有错。沙发，可是沙发还有肩带，虽然那个肩带我真的是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因为我的肩膀其实不够长，就是那件其实不是为我做的衣服，
所以我的肩膀真的是不够长，它就会卡在，它就是，我不知道应该要把它放在这还是放在这，就放在这的话，它又会掉在这边，就卡在这边，有点要掉要掉的。然后放在这边又觉得好奇怪啊，我就把它放在这，但是它又会有点掉。毒蜘蛛是我穿过尺度最大的衣服，你们看过的衣服我尺度最大的大概就是上一次张法法的现实动态了，不够上下的长，宽是够的，上下不够，往下拉伸就很奇怪啊，我觉得。对， Mina 蛮喜欢一字领，好像韩寒也蛮喜欢的吧，蛮多的，太黑了吧。对 A 爸爸 A 吗？为什么不会跳？对吧，我也很疑惑，谁的肩膀那件好像是原本是，我不确定，好像是七七的吧，那件衣服不是 Confession 哦， Confession 也有耶，Confession 我也超怕的。以后你但对死给可能会掉就拉下去，就不知道，黑就对了，一字嘛不一样的，一字领你知道是什么吗？一字领是一那种平口的衣服，这种的衣服还蛮多的吧。对，没有他也对，好酷啊、哦、头发新的 catch 全脸错，你说看不见你吗？对啊， Confession 外套倒还好，还有吧，他不是蛮多的吗？哦，是吗？Mina 韩寒开始转风格， V 倒 V 是怎样露这样子，这样这边吗？Mina 比较多一次， Mina 直播穿了不少次，开头那段哆来咪嗦拉西哆，卡哇伊哟卡哇伊，美玲吗？美玲我觉得还好哎，一字领吗？米娜常穿，对，重点是要撑得起，没有错。高圆圈就是撑不起来的，我是说长不长穿还好，没有很长，不是说它还好。对啦，我也不看它，念太顺自然会念错。哆来咪嗦啦西哆。学姐也有，学姐也有，有。美玲开播长穿，是啊，我没有很喜欢。哆瑞咪娜爸爸，哆瑞咪娜爸爸，好酷、喔！不可能吧？我很不敢穿一字领耶，各位，就是觉得它是什么邪门歪道，这是公演兄妹不让大家有上线，对啊，大家可以帮我喊上线了吗？可以，好，大家好，我是 UNIFORFOR 的郑宇威，耶，好好笑，你知道他们还带了那个月饼一大盒回来，为什么？哪里来的？我
作用，谢谢吧。酷啊。Hello, Doc, 其实我已经付过钱了。不知道。我刚找不到怎么换付款方式。我找都找不到，然后就怎么应该就是现金吧，就要信用卡。是啊。结果你没有用到。哇。怎么办？我直接把信用卡删掉。再也不会按错了。所以这次是信用卡。这次对，是信用卡。超好。月饼一颗热量等于三碗饭，你多吃一点，没问题啊，我可以吃一口吧，吃一碗饭的，嗯，布丁可以，吃饭想吃饭，我觉得我眼妆很好看吗？今天，嗯，我发现兰蔻的眼影刷还蛮好用的。看我，你没有认真看。好的，不要为难边边人，没礼貌。Hello， 对我延迟了很久，因为我唱得太开心了，然后就一直唱一直唱，然后就看到大家都即将伴奏，我就，哎，我还没踩彩带，糟了，因为我们彩带上面。其实它是有胶带，就是会粘住我们的尾那边，因为怕它散掉就会粘住，然后我们就是丢之前要先把它拆开，我还没拆，大家在丢的时候我才在拆哟。谢谢太郎的红玫瑰，过好了，可以，他不可以删耶，他说不可以删掉唯一的付款方式，唯一偷偷偷我钱啊？不可能吧？有啊，之前有爆出来啊。有啊。对啊，偷偷偷了一点点钱，一点点钱，那个刷卡不会被不会记性，不会记减去。对啊，还被偷了钱。我随便用一个东西。谢谢风明月的枫叶。对，我猜很快，忘记丢彩带，哈哈哈。等等，好，等等会看，低消会不会有？在台上发生的时候，脑袋会快速的闪过跑马灯吗？有时候会，会哦，会哦，真的会哦，一瞬间的跑马灯。嘿，超级忘记，我没有认真在听，因为我没有听过。Hello， 志怀，还敢忘记丢彩？哎耶，怎么可以忘记呢 ？Miss Cake， 对，听起来挺好吃。大家，我要跟你们推荐一间蛋糕店，叫做提拉米苏，它是我的童年。跟你们说，提拉米苏的提拉米苏超好吃。我们之前生日的时候就会买一个提拉米苏跟一个天使。真的超好吃，大家赶快去买。全场叫对提拉米苏，但它的店名也是提拉米苏，超级好吃。而且我最近才知道，
台北也有，我要发疯，我要每天去买一块，好开心，超级好吃，对，而且又很便宜。我不确定在哪里，好像北车有，对不对？我也可以一个人吃掉一整个，超好吃，真的是超好吃。是啊，大家有空的话去买一个，超级好吃。或者是你不在台北也没关系，你可以找一下你那个地区有没有。真心推荐，我吃过全世界最好吃的蛋糕，泡芙也不错，泡芙我没有吃过，台中有，台中有，我住在台中啊，之前。Hello， 小红。他也有别的，他也有别的。真的假的？我家孙女也都买那家，超好吃，真的超好吃。我个人是喜欢提拉米苏，我只有吃过提拉米苏跟天使，两个都不错，但我最喜欢的是提拉米苏，其他的我还没有吃过，请再多吃。我刚卡住，哈？最近四开支体重减。太多了，我声音糊了。嗨，啊！他们的体质也淡淡。提拉米苏，然后不卖提拉米苏。这样呢？好白哦，我好白哦，再重新。Eva is no no 。更糊，怎么办？怎么办？那我要怎么办？这样子。啊！正常的，那就这样吧。对，也是差不多了。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哦，不行。对，我也是差不多。谢谢小红的相守之心。好了，我差不多念个排名啊。现在耶，现在不行。谢庆的爱恋巧克力，我要念榜。就这样吧，第十。我看一下我长怎样，可以吧？好啦好啦。第十名是博成，谢博成。第九名是林果，谢谢林果。第八名是模仿浪潮，谁？谢谢模仿浪潮。第七名是四季，谢谢四季。第六名是 QK， 谢谢 QK。第五名是浪客，谢谢浪客。第四名是玉超，谢谢玉超。第三名是肖，谢谢肖。第二名是庆，谢谢庆。第一名是勇哥，谢谢勇哥。手机麦坏了，可能塞住了吧。好的，秘密带啊，国内的菜，国内的菜的，兴奋到失控，吃它。好的，我要下班了，谢谢大家，皆さん晚安的，拜拜。
被捂住。哦，好，我等等看。